頑張ってください。頑張るは日本人がよく使う言葉です。スポーツの試合で頑張れ、スピーチの前に頑張ってね、一緒に何かをするとき、頑張ろうなどと使います。大きい地震が起きたときも日本人は頑張ろうと言いながらみんなで助け合います。頑張るはもともと自分がいる場所から動かないという意味でした。日本人が好きな言葉ですが、悲しいことがあったとき、この言葉を聞くともっと悲しくなるという人もいま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は挨拶によく使いますが、使うとき相手の気持ちを考えなく。考え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我们来上这个上课后面短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我们看它的标题是什么？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哦，这个頑張る哈，我们几乎只有学它的什么意思？只有学它的这个加油努力的意思哈。所以它就是加油努力的意思。不过它原本还有其他意思哈。好，那你テクダサイ是请你干嘛？那你ウズル出音变哈，所以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哈，请你加油。哦，请你加油，请你努力的意思。好，頑張るは，哈，哇，前面这个字哈，哇是指前面是主词嘛？他说，哎，頑張る这个字，哦 ，OK 哦，这边不是动词，可以放在哇前面哦。他这个頑張る还有圈起来，是说，哎，这个字哈，就加油这个字。日本人，刚强调前面，强调日本人，よく使う哈，好，使う有使用，还有讲啊。所以日本人常使用这个字，日本人常讲干巴鲁干巴鲁，日本人常讲这个字，哦 ，kotoba desu 哈，好，这个 kotoba 是单字哈，所以日本人常常讲这个单字，哦，哦，等一下哈，好，那这个 kotoba 我们有讲过哈，这个 kotoba 就是汉字写言叶，就是哦语言还是单字还是话语的意思哈。他说：“哎，日本人常用这个单字哦，常常使用的单字，想哎，常对别人讲‘干巴鲁，干巴鲁，加油，加油’哦。Sports no 喜爱的哦，喜爱是比赛哈、哦、，Sports 是运这个什么运动哦。那喜爱是比赛，不过喜爱一般比较用在运动比赛。哦、那 day 是在哈、哦，在这个运动的比赛哈、哦，像什么棒球、足球、什么球，还是什么马拉松哦，干巴嘞，干巴嘞哦。”好，你頑張る是五段动词，你改成动词第四段是什么？命令型哦，比较凶的命令型有没有？我们说命令型有两种哦，大概是两种比较多常用的，一个是比较凶的命令型是动词命令型，哦，一个是动词加那塞是比较礼貌的命令型哈、哦。等一下，那都是上对下，就说动词命令型就说你给我去干嘛？哦，动词命令型写一下，五段动词如果改动词的话是。哦，就是写一下比较凶的命令型。哦，写一下五段动词改动词是比较凶的命令型。好，写了吗？那他的意思是说你给我去干嘛？哦，那你给他动词加那塞，你给他写比较礼貌一点的命令型，就是啊，请你去干嘛？哦，请你去干嘛？哈、哦，比较礼貌一点，然后是请你去干嘛？哈、哦，这样分哈。好，那我们那个这是五段动词嘛？那我们说上下一段动词是去度加 low 没有？哦，去度加 low。我们那个前面这个是表有嘛？你看看我们那个前面那个表有没有？在这个94页有没有？所以去度加 low 哦，那个哦命令型，那还有一个是这个去度加 nasai 哈、哦。哦，好，那我们各来举例哈。哦好，五段动词有没有？就用这个举例哈，所以是干巴嘞，干巴嘞是你给我加油，有没有？啊，那个，动词命令型哈，干巴利纳塞，哦，干巴利纳塞是请你加油，有没有？那、啊、如果上下一段的话，去都加肉啊，比如说塔贝鲁，那什么塔贝豆，塔贝豆什么？你给我吃啊，塔贝豆你给我吃哦，那你去都加纳塞，连接型加纳塞哈，所以塔贝纳塞。塔贝纳塞，好，你给我哦，请你吃哦，请你把这个吃完哦。塔贝纳塞，哦，请你把这个吃掉哈。塔贝纳塞，哦 ，OK，
好，所以他说在运动比赛的时候，他们喜欢讲干巴雷，干巴雷就是你给我加油哈、哦。为什么？运动比赛的时候，他们喜欢讲命令型哈、哦，因为讲这个干巴雷是动词命令型是比较凶的哈、哦。那体育比赛就是比较热血嘛，所以他们比较喜欢讲那种很凶的命令型。哦，下句，哦 ，OK 哦。我之前看一个很扯的，以前我们那个小时候，以前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那个，流行摔跤 ，pro race 哈 ，pro race 是摔跤，然后他们很喜欢，就是有那种很喜欢的摔跤选手嘛，什么常州力什么的哈，他们就上去给那个摔跤选手这样一巴掌打，每个都排队给他打，打打打，然后打完的时候就讲西卡利西纳赛，哦，西卡利西洛就是那个。就是说什么，你给我振作一点，好、哦，他们是用打的，吼、哦，好、哦，那我们看一下，吼、哦，他们会讲，西加利，西纳赛，哦，西加利西纳赛就是，吼、哦，这个西卡鲁是，哦，西卡鲁是确，哦，西卡利是确实还是准确的意思，那西卡利食物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确实，做什么事情都很确实，吼、哦，哦，就是很努力做什么事情，啊，西加利西纳赛抄一下，哈、哦，西加利西纳赛说，你给我振作一点。你给我振作一点，西卡利西纳赛。那你动势、哦、比较凶的命令型是什么？死路的命比较凶的命令型，死路的命令型，一个是西纳赛，哦，一个是西洛，哦。那、啊、你改成这个西洛的话，是这个动势路命令型比较凶的哈、哦，啊，西纳赛是比较礼貌一点的命令型、哦、所以西卡利西洛，西卡利西纳赛哈，就是请你给我振作一点哈、哦，你给我振作一点，不要给我颓废，你给我振作一点，哦，好，OK。哦、我现在查不知道查得到、哦、以前他们很喜欢这样子、哦、以前就是有日本的摔角大概30年前很红，三四十年前日本的摔角也很红、哦、然后他们都喜欢被那个、哦、被那个什么摔角选手打，然后摔角选手说西卡利西纳赛什么意思，你给我振作一点、哦欸哦、这个画面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哦哦 ，pro race 是这个，好、哦、写下 pro race 是这个，哦摔角，哦摔角，虽然摔角都是假的啦，不过那个要，哦那个 要打那个假的比赛要套好的不容易，他们就是也是要练得很辛苦哦。pro race 是摔角，哦 ，OK 哦，他们以前喜欢排一排被这个摔角选手打，哦，然后推小就说，西卡利西洛，西卡利西洛，就是你给我振作一点哈。哦现在好像看不到这个了哈，哎、欸，哦 ，OK， 那可能要找一下啦，要找一下那个画面了。小时候都蛮喜欢看这个哈，好，所以写一下。好，那我们看回来课本哈。哦，所以在体育比赛的时候，他们就讲干巴雷，就对选手讲干巴雷什么，你给我加油哈，对吗？这边你应该，你那边给他加一下，哦。不是观众要加油啦，是选手要加油啦。所以善修你，好写一下对选手就说，哎，你给我加油哦，你给我加油哦。好，下去 speech 是英文的演讲，好、哦、speech 啊、哦、speech 如果演讲或者演讲稿哈、哦，那你就演讲哦，演讲。My knee 是什么？之前名词 no 名词，所以在这个演讲之前，我要讲小声一点，我喉咙开始咳了、哦、好，这个面素利达姆哦，可以治疗喉咙痛哦。所以 speaking of my knee 什么啊？这个演讲之前，干巴点呢？哦，干巴点呢是什么？什么是干巴点呢？哈、哦，好，如果是对比较熟的人，哦、对比较熟的人。我们可以省略掉 take 大赛的苦大赛，好、哦，然后我们后面再放个 nay， 什么意思 ？take 大赛 nay 啊，请你要加油 nay 啊、哦，请你要加油 nay 啊、哦，我、哦、写一下哈、哦。但是比较熟的人，你可以把这个苦大赛省略，所以就变什么 take， 所以就变干巴点 nay， 好，干巴点 nay 是吗？干巴 take 苦大赛 nay 啊，请你要加油 nay， 好、哦，懂哈？所以这个什么 speech 演讲、哦、在演讲的前面、哦、有人演讲他会什么轻丘哦，轻丘是紧张，轻丘是紧张。我们说你名词去搭加 skill 是过头、哦、名词加去搭加 skill 是
停久 skill 哈，有些人会超级紧张啦 ，skill 是过头，有些人上台演讲好像就要去死一样，有没有？哦，他紧张的要死，有没有？哦，懂，我看懂。好，下一句。所以说啊，你要加油呢，好、哦，下一句。一緒に，那你卡十五 token 哦，一緒に是一起，哈、哦，一起，一緒に加动词，一起干嘛，哈、哦？哦，所以一緒に一起。那你看，那你看是啊、哦、一些什么哈、哦？那你看，那你是什么？看是不知道哈、哦？问号。所以那你看，我们就翻哎、欸，不知道什么，或者翻一些什么事情比较像中文哦。所以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哈？哦 ，talking 时候啊，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说干巴喽哦。好，这个干巴喽是什么？哦，这个是动物加乌哈、哦，这个是意字形。哦，那我们说意字形，如果对别人讲就是什么，就是 Marshall 的意思哦。意字形对别人讲就是 Marshall， 那如果意字形对自己讲就是想。哦，所以意字形你要看它的对象是谁。哦，意字形你要看它的对象是谁哦，没有？好、哦，那你看这边是干巴鲁哈，改成 I U L 第五个加 U， 所以干巴喽就是什么干巴的 Marshall 哦，这边是对别人讲，所以说哎，哦。加油吧，哦，就我们动物加马秀对别人讲说啊，一起做什么吧，所以干巴利马秀啊，做加油吧，有没有？说什么？一起做什么的时候，哦，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啊，干巴喽啊，一起加油吧，那都等等的，哦，好，偷是指前面，偷前面，哦，偷前面是这些等等的哈、哦，什么干巴嘞，干巴的呢，干巴喽，哦，这些等等的，只看一码事哦，所以日本会使用这些等等的哈、哦，他说干巴鲁。哦，但是干巴鲁它有好几个变化，干巴嘞、干巴得呢、干巴肉哦，然后日本会使用这些等等，使用就是讲，他会讲这些等等的。那譬如说 ，oki 地震が起きた時も哦，好，好，地震是地震哦，那 oki 鲁有起床，还有什么发生？它自动词有起床，还有发生。哦，所以什么？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哈，好，记这一本书是2018年还是2018年新版的，还是2019年新版的，哈，所以它是在日本，啊、哦，東北，哦，东北，哦，这样，東北是，哦，东北叫東北，大震災，哈、哦，它是在日本那个大震災就是大地震，哈、哦，写一下，哦，所以。東北大震災，東北大地震，哦，然后怎么样？发生怎么样 ？Okiru， 哦，刚强调前面主持是東北大地震，哦 ，Okiru 是发生，那我们加 Takara 是之后，哦，所以这本书是在東北東北大震災跟 Okitakara 哈、哦，这个发生之后所出版的书，哦，所以他就有记载这个事情，所以。大きい地震が起きた時も、哦、有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也日本人は日本人就会頑張ろう頑張ろう就是什么、哦、意字形对别人讲的什么マショ所以就頑張りましょう、哦、就加油吧トトイユ是讲、哦、所以他们就会讲加油吧、哦、那你这边这个、哦、这个还记得吗你连接型加这个Nagara、哦、连接型加这个 Nagara、哦、连接型加这个 Nagara Nagara 是一边干嘛一边干嘛所以 Toi Nagara、哦、Toi Nagara 是什么、哦、EU 连接型 EU Nagara、哦哦、就一边讲、哦、所以日本人就一边讲加油吧然后一边怎样 Minna De、哦、多少人加 De 加动词来做、哦、就大家来做什么事情、哦、有没有一个人来做什么事情叫什么 Hidori De哦，好，不，一个人吃午餐，哦哦，午餐叫什么？ひるごはん。哦，お食べる，哦，一个人吃午餐，那、啊、两个人吃午餐嘞？ふたりで。哦，那、啊、公司全部人来吃午餐嘞？哦，会社みんなで。哦，会社是公司，みんな是大家，所以公司大家来吃午餐，有没有？哦，所以多少人加で？加动词是多少人来做什么？哦，那你这个 min na de 什么？就是日本人，然后什么？大家哦来做什么？哈、哦，所以日本人大家来干嘛？哦，好，下一个是 tasukeru 啊、哦，好，我们看一下哦，今天重点是这个字哈、
好，塔斯克鲁是什么？帮助、帮忙、去帮别人、去救别人，叫做塔斯克鲁哈。等一下，去救别人、去帮别人叫塔斯克鲁哈。那自动词叫塔斯卡鲁。自动词是什么？有帮助、有救。哦，写一下，他动词是去救别人、去帮助别人，自动词是有救、有帮助。哦，譬如说，哦，你如果看日剧，哦，救命啊，救命啊，请你要救我啊，怎么讲？你会听到什么？タスケテクダサイ，哦，什么？タスケテクダサイ啊，请人来帮我，请人来救我，叫タスケテクダサイ，有没有？哦，写一下。那为什么用他动词？人来帮忙嘛，人来做什么事情嘛，人去做什么事情，人来做什么事情就是他动词嘛。所以他是可以给他塞哈，请你帮助我，请你这个人来救我，请你这个人来帮我，所以他是可以给他塞，有没有？懂吗？哦，OK 啊，譬如说医生，你会救我吗？好，这一句的主词是医生，你哦，医生，我生了这个病，哦。OK 哦，你会救我吗？哦，说啊，譬如说，医生，我得了癌症哦，你会救我吗？哦，譬如说怎么讲？先生，哦 ，OK， 哦，点一点，说先生就是医生，对医生，他在你面前你要叫他先生，你要注意他叫他先生，对医生要讲先生，医生，哦，啊，没有 ，OK， 哦，然后我叫什么？好，男生的我叫 Boku 哦。哦，他是 K， 哦 ，Maska 说医生你要救我吗？哦，医生，哦，你要救我吗？哦，我们用那个，哦，先生，僕をたすけますか？哦，好，我们用那个先生，僕をたすけてください。哈，医生，请你要救我。哦，医生，请你要救我。医生，请你要帮助我。我得绝症了。哈，哦，那另外一个讲法嘞，哎，医生。我这个肺癌末期还有救吗？还有救吗？哦，有救没救是什么？你别人去救你，这个是他动词啊。这个东西有救没救是这种词哈、哦。所以说，先生，哦 ，OK 哦，哦，还肝，哦肝哈、哦，那个还有那个后面那个肝哈、哦，肝哈、哦，肝哈、哦，这个是癌症的意思哦。那你前面是肺念癌。所以癌肝就是肺癌哦，写一下哈、哦，那个肝哈、哦，肝哈、哦、应该念肝哦，肝就是癌症，所以癌肝哈、哦、就是肺癌哦，所以说我的肺癌还有救吗？哈、哦，所以哦，不苦呢，哦，好、哦、写一下哦，不苦呢，癌肝哦 ，OK 哦，不苦呢，好默契好了哦 ，Maki。哦，那再惨一点哈、哦，末期哈、哦，哦，不苦呢，哦 ，maki， 哦 ，no 还干哈，我的末期的肺癌，哦，哇，强调后面，哦，自动词，它是卡鲁，哦，它是卡鲁是自动词哈，哦，它是卡里，哦 ，maska， 哦，自动词，哦，就说有救吗？哦，我的自动词它是卡鲁是什么？哎、哦，我们自动词是有帮助还是有救哈？所以它是卡利马斯卡有救吗？有救有帮助吗？哈、哦，就是有救吗？哦 ，OK， 哦，有救吗？我的这个末期的肺癌有救吗？哦 ，OK， 哦，这样会吗？哦，哦，那它是卡鲁是有救还是有帮助哦？所以它是卡利马斯卡哎。我目前肺有救吗？有没有？哦，好，那我们就学个啊，譬如说，哎，我迷路了，然后有那个哦，当地有就是哎，有人带我怎么走哈、哦？那我说啊，太好了，有救了哈、哦，我得救了，所以得救怎么讲？他是卡里马斯达哈，他是卡里马斯达啊，是过去式嘛，所以啊，有救了，有帮助了哈、哦，有帮助了，有救了哈、哦，有帮助了哈、哦，有救了。哦，或者是很有帮助哈，得救了啦哈，得救了哈，得救了，得救了，得到帮助了，叫タスカリマシタ。好，这样不会。好、哦，那我们大家就讲到这里哈。好、哦，那你们看课本这边哈、哦，我们这课本这边是用什么タスカル嘛？那我们就用他动词，他动词是人去救人，人去帮别人叫タスカル。
哦，那我们之前讲过动二加阿五是什么？动二加阿五是互相哦，动二加阿五是互相哦。譬如说哦，西卡鲁，西卡鲁是骂，西卡鲁是骂，然后干什么？西卡利阿五是什么？互相骂哦，你骂我，我骂你哦，互相骂叫西卡利阿五，好没有？哦，就类似这样，有没有？好，我们那个 T 叫做 K 鲁哈 ，T 的人叫做 K 鲁啊，互你踢我，我踢你，互相踢的，这什么？KDR5 哈 ，KDR5 互相踢哦，你踢我，我踢你 ，KDR5 互相踢哦。看一下有没有互相踢的这个话哦，哪个东西有没有马还是什么的有没有？还是人？人会互相踢吗？哦 ，KDR5 互相踢哦，你踢过来，我踢过去哦 ，KDR5 互相踢哦，这个啊跆拳道哦，哦跆拳道是还是空手道哦，互相踢哦。好，我们顺便来介绍一下哈，日本的空手道的规则哈。日本空手道比赛哈，哦，为什么现在日本的空手道比赛，哎，他打得赢跆拳道，他也打得赢我们的这个传统武术，但是他没有办法打赢那个综合格斗，没有办法打赢那个那个怎么讲，没有办法打赢综合格斗。综合格斗就是可以踢人家，哦，可以在地板上然后去压制人家哦。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哈？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哈，好，空手道叫卡拉特，哦，空手道叫卡拉特。那空手道的比赛的规则现在是这样哈，你只能拳头只能打人家肚子跟身体，不能打头，拳头不能打头哦，有没有？你只能打人家肚子跟身体，那其实不太会痛。但是你 K 鲁，你 K 鲁是可以踢头哈，那你能力型是 K 雷鲁，哦，所以什么阿塔玛，哦，阿塔玛是头。哦，那阿塔玛是头，接下来阿塔玛跟克雷鲁就是他能够踢头哈，哦，所以空手道是能够踢人家头，但是你要踢的踢人家头是非常的难，因为空手道的比赛不能够打头哈，哦，因为我一个学生他是练那个日本的空手道，在台湾哈，哦，当然有些日本老师在台湾开道馆，然后他有去练，他们说他们空手道比赛是手拳头是不能打头，但是这样，哦。不能打头，但是他说打头会打死人啊。可以，但是可以用脚去踢到头，但是脚去踢到头的难度非常高，因为人是会移动的。哦，所以就变成说什么？变成说他们的一些现在的那种实战比赛，空手道会比较下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打头嘛。那你拳击那些全部，泰拳那些全部都能打头，那你不能打头的话，哦。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去那个，哦，跟人家比赛对打，哦，因为你如果那空手道更不能，空手道更没有办法跟人家对打，为什么？空手道你只能打那个没有练过的人，那你要打那个练过的人，哦，那种你就没有办法打，因为空手道他们比赛都是带护具，那，啊，你比赛都带护具的，那，啊，你真的你不习惯真打嘛？因为你真打的话，人家懂吼，哦，你要带一大堆护具的话，那要怎么那个，哦，懂吼？好，就扯远了哈。好，就扯远了哈。那我们干嘛讲这个哈？好，我们干嘛讲这个？我也不知道。想到什么都讲什么，是我的风格哈。好，所以你这边哦，托伊那嘎拉哈，伊那嘎拉就是一边讲哈。那命那得哦，大家来做什么事情就大家来。啊，四 K 阿五是什么？互相帮忙哈。我们东二加阿五是互相，所以他四 K 阿五是什么？互相帮忙，有没有？啊，哦，就叫互相帮忙，懂不懂？懂哈。好，就这样哈，哦。就是，哦，懂哈。那个其实台湾跟日本都这样啦，台湾每跟日本每次都大型灾难嘛，因为我们都是地震国家嘛，我们都互相帮忙。哦，所以这怎么讲？台湾と日本が，哈，哦，没有，助け合って，哦。S K 阿斯克阿德哈，那什么，芝芝克德哈，哦，芝芝克德一路哈，哦，这一路是这个长时间状态，哦，所以这个地震的时候，台湾跟日本都会互相帮忙哈，吉星哦 ，Doki 哈，因为大家都是地震全球地震最惨的国家，最多的国家哈，所以吉星哦 ，Doki 哈，地震的时候有没有啊？我要强调后面，哦，台湾托尼轰嘎。那是 K 阿德，是 K 德卢哈，那不是用过去式为什么？因为现在还在帮忙，现在以后还有地址还会互相帮忙。哦，
OK 哈，好，我们会送那个 QN 袋哈 ，QN 袋写一下，救援队就救难队了哈。好，那如果不出钱的话，最少这个 QN 袋哦，哦，霓虹黑哈，霓虹黑是往日本 Akensu 哈学生派遣哈。Akensu 我们会派遣救援队到日本去，日本也会派遣救援队到我们这边来。哦，而且他会，而且上一次921他用很多组合物给我们哦。好，写一下，派遣叫 Haken 哦，哦，就是 QN 代救援队 ，O 是你后黑 Akensu 把救援队派到日本去，有没有？或者是捐钱、捐物资，有没有？好，好，我们好看哦，我们看哪里？所以他是可以阿姨骂死他们，边说大家加啊，边说啊大家加啊，边说加油哈啊，一边说加油，偷着天哈说干巴利哦，干巴利马秀干巴喽哦，大家加油吧，边说加油吧，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好，下去干巴鲁啊，摩托摩托啊，摩托摩托是什么？原本哈，原来哈。好，我们看一下。啊，摩托摩托是圆，我们要写个圆。那你摩托摩托是什么？两个圆哈，两个圆不是两圆哈。摩托摩托是什么？原本原来。哦，所以这个字原本是什么？哦，这是叠字有没有？这个字，然后再重复前面那个字，但是这个懒得再写一次，就这样写。哦，所以原本，哦、摩托摩托原本，基本加一路八修哦，卡拉。不够卡奈哈，好，基本是什么？基本是自己哦。那一路是在哈、哦，在哈、哦，哦，所以基本是自己哦。大家一路是在哈、哦，所以自己在的哦。那巴修是什么地方？哎、欸，我自己待着这个地方，我自己在的地方哈、哦，我自己待在哪里的那个地方哦，我自己待的那个地方哦。不够卡奈，不够卡奈是什么？不要动哦，五勾卡鲁是行动哦，啊、哦，五勾写一下，五勾卡鲁是啊，五勾卡鲁是自动词哈、哦，哦，行动还是做动作哈、哦，做什么意思？那、啊、什么，在自己待的地方哦，卡是从自己待的地方，五勾卡奈不要动哦，自己地方待的这个，哎、欸，我在哪个地方，我不要动哦。OK， 偷油，偷油是偷是指前面油是说哈，我们偷油可以翻说什么叫做什么是所谓的，我们这边翻所谓的。那偷油有人是翻这个哈，所以是哎、欸、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要动。意味でした哈，意味是这个意味是意思，意味是意思，但是重点是你看后面でした是是嘛，但是你用でした是什么？过去式嘛，就是过去式过，它在后面是过去嘛，所以。以前是什么？干巴鲁在古时候以前的，好，以前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以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要动，哦。再讲一遍，干巴鲁在日本以前，哦，在古时候是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要动。好、哦、好，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这个意思我也没学过哈，这是古时候的意思哈。好，你看一下，哦，好，干巴鲁是什么？坚持己见，哈、哦，顽固，哈、哦。拼命努力加油，我们现在都是用拼命努力还是加油嘛？那还有什么坚持的意思？还有不动不走不离开，然后那原本是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要动啊，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要乱动 哦，因为日本古时候它是那个很多小国家嘛，哦，那你它那个战国时代很多小国家，你去其他国家，如果你没有那个文书，你被抓到就会被关，就会被杀，哦，很严重，就是你不能偷渡去很多去其他地方嘛。哦、原本是干巴鲁，原本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待在这个地方不要动、哦、但是到了今天，不断的演变就变成加油努力的意思。为什么？就是哎，譬如说啊，你在这个工作环境、哦、你不要随便转职，你不要动、哦、你不要动，你在工作环境就不要动。你好、哦，那什么？哎、啊，后来就变成坚持啊，你要坚持待在这里，那 后来就变成加油努力的意思。所以到今天才变成加油努力的意思，哦，这个意思。哦，所以他说原本在古时候、哦、因为意味是意思，でした是过去式、哦、所以过去。
です です是是でした是过去式，过去是什么？过去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日本人が好きな言葉ですか？哈、哦，就是日本人好き是喜欢哈、哦，言葉是单字，是日本很喜欢的单字。加油是日本人喜欢的单字が，但是悲しいことがあったとき哈，悲しい是什么？悲伤啊，こと事情啊，阿鲁是有，所以有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有悲伤的事情的时候 OK 啊、哦、譬如说哦看到没有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哦譬如说火灾哦譬如说火灾卡机哦譬如说黑亚黑亚嘎哦黑亚是房子哦房屋亚克鲁亚克鲁是烧起来哦那你是亚克德哦没诶亚克焼けました、哦、所以、欸、房子烧起来了，房子烧掉了、哦、如果、欸、我譬如说有悲伤的事情、啊、譬如说、欸、我住在这里、哦、房子烧掉了、啊、家人都烧死在里面、哦哦、然后你跟他讲干巴鲁，你跟他讲干巴鲁，你跟他讲加油，但是加油另外意思是什么？你待在这边不要动、哦、你要坚持住，你要待在这边不要动、哦、この言葉を聞くと、哦、聞くと是听、哦、と就怎么样、哦、と就怎么样，或者如果、哦、如果要听到这个字啊，我房子在这边烧掉了，我这个是我的伤心地，然后家人都烧死在这里，你还跟我讲这个字，你还跟我讲哦，你要在这边坚持，你要在那边不要动哦。motto 是啊，更悲しくなる哈，悲しい是悲伤，なる是变成哦，所以悲しい是悲伤。那你去一家苦家，なる是变成、哦、所以你会变得更悲伤。哦，という是讲哦，という是讲哦，这样子讲。哦 ，hito 的人哦 ，more imas 哦，也有，所以干巴鲁原本的意思加油努力，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有那个很伤心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悲伤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讲干巴鲁，干巴鲁他另外意思就是什么？古时候有个什么意思？就是啊，你待在这个地方不要动哦，还有什么？坚持努力的意思哦，坚持的意思哦。那你就跟他讲啊，你悲伤了，你要这边不要动哦，你不要离开，你不要离开你的伤心地啊，第二你要坚持，坚持有没有？这样的话哦。他有说，哈，说你会变得更悲伤，哈，你懂吗？哦，譬如他已经很伤心了，你就跟他讲，哎，加油啊，加油啊，怎么样？加油什么油？哎，怎么样？好 ，OK， 哈，努力呀、啊，哈，就是，哎，所以他就，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哇，哦，请你加油。挨拶子呢，哈，挨拶子是这个，挨拶子是打招呼，哈，挨拶子是打招呼。啊、哦，你是这个在哈、哦，在这个打招呼，有苦常常只靠一妈是哦，只靠有讲的意思哦，所以常常使用打招呼的时候常常讲，哎，干巴德古大赛，请你加油哦。嘎，但是嘎，但是只靠 talking， 你在讲的时候哈、哦、，I take no kimoji 哈、哦、，I take 是什么？对方哦，所以 I take no kimoji， 对方的 kimoji 我们说单讲的时候是心情啊，对方的心情。哦，考概鲁是什么啊？你要去想到对方的这个心情哦。考概鲁是思考还是想？哦，你要想到对方的心情。那克雷巴哪里马森哈？那克雷巴哪里马森是不做不行，我们中文翻必须，所以你必须要去想到对方的心情哦。好吗？哦，因为哦，同学哦，有时候人家已经那个啦，哦，意外，然后哦，有些什么哎，家人死掉了，你要跟他讲干巴德古大赛有没有？哎、欸，你叫你加油，还是你在那边不要动哦？这样感觉不太好，有没有？好，那这一篇我不知道写什么，感觉不是很那个通顺的文章哦。他说 A 卡拉一哈 ，no 多嘞，哪一个 A 到一里面的哪一个？卡达拉一的斯卡哈，它是什么的话哈？说你使用 A 到一多嘞哪一个的话会比较好哈？那我们这边是选择题，还有四个选项，那你要放哪一个比较好哈？我们看第二，先看一下选项哈。干巴得，干巴得是哦，后面省略苦大赛哈，所以什么，请你加油，干巴达哦，加油了，努力了，干巴鲁加油，干巴嘞哦，命令型，你给我加油，干巴洛哦，干巴洛命令型，不，干巴洛是那个一字型，就是 Marshall 的意思，这个干巴利 Marshall 就是什么、啊、加油吧，努力吧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昨日日本語の試験に合格しました。哦，听到昨天日本語の試験哦，这个試験是考试日语的能力考试，就是我们日文检定。哦，那你合格しました哈，那个合格就是考，就是不是考上，
哦，合格就是考上的意思哈，不是我们中文的什么60分合格，是考上。那前面用 ni 是对象，所以哎，我昨天啊，我考上了哈，我考上那个日本的这个日文检定哈 ，so 这样子吗 ？yoku yoku ne 哈 ，yoku 什么 ne？ 好，那这个答案是哦 ，yoku ganbatta ne 哈，我可以写一下 yoku ganbatta ne 哈。好，这边用过去式哦。よく頑張ったね是一个惯用句，直接抄起来。よく頑張ったね就是啊，你做得很好呢，你很努力呢。好，写下。哦，写下。よく頑張ったね是啊，你很努力呢。好，因为考上了嘛。哦，考上说啊，你很努力呢。よく頑張ったね哈，过去式我们就翻。哦，要这个よく是常常还是很哈，还是好，好怎么样？所以你好努力呢。哦，等一下我们学个类似的哈 ，yoku dekimashita ne， 哦 ，dekimashita 是做出来，所以 yoku dekimashita ne 是啊，你做得很好呢，哦，你做得很好，这两个都是鼓励别人的哈 ，yoku dekimashita ne 是你做得很好呢 ，yoku ganbatta ne 是哎，你很努力呢，哦，好，写一下，两个都抄一抄，好，下去啊，もうダメだ，哈，ダメ是不行的哈，ダ这个ダ是 です 肯定意思哦，ダメ是。名词那形容词ダメ是不行，所以もうダメだ啊，我已经不行了。他说啊，もうダメだ啊，我已经不行了。走れない哦，我跑不动了哈。走る是跑，走れる是能动式撸能力型什么能跑得动，能跑会跑叫走れる，能力型是会还是能跑会跑？那你说走れない是啊，我跑不动了哦，我已经不行了，我跑不动了。阿基拿梅鲁纳，哦，阿基拿梅鲁纳，哈，哦，阿基拿梅鲁是什么？放弃还是死心？好，写一下，阿基拿梅鲁是放弃还是死心？那你动三加呢？是否定就不要，哈，命令型的否定叫人家不要，所以阿基拿梅鲁纳，什么？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死心，这就是啊，你不要放弃，好，然后什么？你给我加油，哦，所以什么？干巴嘞。哦，这个是干巴嘞，哦，干巴嘞就是上对下命令型嘛，动势比较凶的命令型，就是有点像教练呐、啊。哦，选手说啊，教练我跑不动了，然后教练说什么？干巴嘞，你给我加油，你给我努力，给我爬下去，有没有？干巴嘞，有没有？啊，下一句 ，I N C I M C 你海里马斯达，这 I M C 是一个虚拟的这个那个公司啊，我进入 I N C 哈、哦，所以我进入什么公司上班叫？会社に入りました哦，有没有？我进入什么叉叉公司上班哦？那我觉得，哎，我进入 INC 公司上班了。これから从现在开始，新しい仕事始めるんです哦。NDS 是强调说，哎、啊，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这个新的工作。然后现在，然后其他就是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朋友就说おめでとう是恭喜，好。如果你是比较正式的场合，哦，就是就哦，比如说办公室，就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哦，就是哎、欸，比较正式的场合，你要讲礼貌一点啊，就是恭喜您，哦，恭喜你，哦，但是他这边就是比较试一下，或者朋友场合，就おめでとう恭喜，哦，然后第三个要填什么？我看一下，哦，然后就说哎、欸，你要加油呢，所以什么？这边是。干巴爹哦，干巴爹哈，请你要加油哦哦，因为贴加呢干巴，我们刚才说贴库大赛呢，贴库大赛呢，后面的库大赛省略，我们说比较熟的，你可以省略库大赛嘛，所以干巴爹库大赛呢，哦，他、啊、这边省略了哦，所以请你加油呢，哦，贴库大赛是起嘛，所以请你加油呢，有没有？阿西达诺喜爱哈，喜爱是体育比赛哈、哦，所以明天的这个球类比赛、体育比赛，卡期待呢，哦。好，这个卡子是赢还是获胜哈？哦，赢叫卡子哈。那卡子很像那个猪排，猪排叫做卡子哦。所以日本人他们选举还是比赛的时候，喜欢吃卡子冻，喜欢吃猪排盖饭。为什么？谐音就是赢的意思，哦，就是赢的意思。哦，所以阿西达西阿伊卡基带呢？哦，明天我想要赢呢，明天的比赛我想要赢呢。哈、哦，看一下。选举就要吃卡兹冻，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谁安倍晋三哦，还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扯啦，因为你吃别人也吃啊，哦，像那个，哦，
像你看那个西方人大部分都信基督教嘛，啊，哎，哦，那我比赛，哦，我比赛要赢，我跟基督祈祷，哦，我啊，基督让我赢比赛，啊，你祈祷，对方也祈祷啊，每个人都祈祷，那你场上十个人打篮球，大家都祈祷给我赢，啊，耶稣要给谁赢？有没有？对啊，耶稣要给谁赢？你每个都说，哦，然后 Christo 你，哦 ，Christo 是耶稣基督哈，基督哈 ，Christo 是基督。撒玛啊，神明喜欢加撒玛，所以什么基督大人啊，基督神明大人哈，哦 ，inori 哦 ，inori 是祈祷 ，inori 哦 ，inori mas 哈，哦，向耶稣祈祷有没有？哦，向耶稣祈祷说啊，给我赢，给我赢，啊，每个人说给我赢，要，啊，给谁赢？有没有？一定会有人输嘛？哦，所以这个很奇怪嘛，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佛教啊，哦，佛教也是很奇怪啊，哦。我们像哦，夏卡三玛哈，夏卡三玛是释迦牟尼佛嘛，释迦三玛就是三玛的大人哦，释迦牟尼佛。好，我们去跟佛菩萨求说，释迦牟尼佛求说，释迦牟尼佛给我权，释迦牟尼佛给我钱，释迦牟尼佛给我考上啊，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啊，给我一个漂亮老公哦。可是这不是很奇怪吗？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王子嘛，他放弃了他的王子的皇位，他放弃他家他的老婆，放弃他的小孩，放弃他的荣华富贵，就是你去求一个放弃金钱的人跟他求钱，你求一个放弃地位的人跟他求地位，你求一个放弃家庭的人，你跟他求家庭要美满，求老婆求老公不要出轨，这不是很奇怪吗？然后释迦牟尼佛他也放弃了世间的一切，哦，他远离红尘嘛，那你去跟这人跟这个什么哦，跟他求这个就是他不要的东西，你跟他求这个不是很奇怪，欸，好有没有？好好，这扯远了，哦，这个当作我没讲过，哦，都当我没讲过，哦，就是我们台湾的庙里面的神他们都是看破世间的那个修行人，那你去跟他们求世间的那个什么钱财，哦，爱情什么一大堆的，但是他们哦，这不是求错对象了吗？他说，哦，所以是嗯一休尼，哦，所以什么，欸，我想要赢，那一起有没有？我刚才说卡兹洞，哦，我们干嘛 Thank you，哦，Thank you 是选举，哦哦，所以猪排饭选举，哦，选举要出猪排饭，哦，这边有没有，哦，OK，哦，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哦他说，哦 ，Thank you， 哦 ，Thank you， 先塞秀喜，哦，塞秀喜，哦，塞秀喜，哦，希鲁啊，中午就卡兹洞，中午就吃卡兹洞，没有，从中午就吃，哦，这可能是晚上才开票完哦。那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哦，最终日的这个日是念 he 还是念 b？ 我不知道，我查一下哦。塞秀比，哈，哦，塞秀比。来秀比哈，好，我们教一下这一句哈，Thank you, Sen 哈，选举战哈，好，写一下，塞秀哈，塞秀啊，塞秀就是最终的最后哦，塞秀比哦，最终日哈，好。选举战，哦，最终日就是最后一天，就是投票发表那一天哦。等一下哈，Thank you Sen 哦，选举战，塞秀比哈，最后一天哦，然后，好 ，Ohiru 就是中午哈，哦，那这边指的是午餐，卡兹洞啊，午餐就吃卡兹洞哦。OK， 嘿，迷信啊。认为吃卡兹洞会赢哦，迷信哦，对哦，没有，他这个卡兹洞，他就写这个卡兹洞嘛，他就写这个没有，哦，看一下谐音啊哈，卡兹洞嘛，猪排饭嘛，哦，卡兹洞哦，卡兹跟这个谐音一样，卡兹洞哦，胜利饭哦，胜利盖饭哦，好，往下看。说嗯，一休尼哈，一起的话哈，叫我们家一起来做什么是什么？是这个 Masho 哈，所以干巴洛哦，干巴洛就是干巴利 Masho， 一字形就是 Masho 的意思，干巴洛，所以一休尼干巴洛，一休尼干巴利 Masho 哈，我们一起加油吧哈。
好，那我们这一篇就上到这里哈。好，谢谢收看，拜拜，喵。